啊，不行。有没有新闻稿啊？这个新闻稿啊。
好，今天很妙，我觉得我们现场有没有说的嘉宾好朋友特别哇，今天很多的乡镇首长也都莅临会场，那现场也要欢迎到我们来自我们会的贵宾哦，欢迎到我们民进议员黄美瑶哈，议员莅临会场，欢迎欢迎议员，那也再次欢迎我们会场的嘉宾好朋友，特别呢今天也抱着非常非常开心的心情哦，因为今次的改善工程哦，奔波于在我们的云林县应该有好几个乡镇哦，包括湖尾、林内、土库、二河、大埔、东势、台西、园长、北港、水源、市府、口哦，几乎每个乡镇都有哦。那当然呢，秉持我们的路平专案的精神呢，把我们的人口在下地地上化，那进行我们的路径的来改善，重新的检讨道路的车道配置，让我们的民生。乡亲好朋友，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努力。我们云林呢，在这几年哦，真的是加速的在前进哦，不只是精彩飞扬，我们是一路加速的在前进哦。当然，今天舞台上呢，开场我们的暖场音乐呢，邀请到我们首席的哪位老师哦，非常优秀，跟我们硕士、硕班本科是毕业的哦。我们小红老师还有李文宇老师，来把好听的传统的小提琴的轻松音乐，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也是来分享我们云林县的喜悦。好听的音乐，再次跟我们现场所有的嘉宾朋友共同来分享。
到我们国务生代表会的秘书李秀荣李秘书，你非常欢迎。再次欢迎我们现场所有的长官跟所有的家庭朋友，共同莅临今天的我们的记者会活动啊，将提升道路品质计划和定案件的记者会哦。那特别也要感谢到我们县府团队一直以来非常的用心。所以通啊，只要有什么桥梁啊，哎，通通都是我们公务处在负责。但我觉得处长上任以后，哎，我整个团队真的非常的厉害。我们有一个群组，然后哎，只要云林县各个乡镇哪里道路有问题啊，灯有问题啊，马上就可以来处理。真的，公务上场哦，使命必达，而且是时间哦，都在非常短暂的时间里面，就让我们呢获得最佳的生活品质。特别再次感谢到我们处长，也感谢到我们县府的团队哦。那舞台上好听的音乐呢，继续来跟我们现场所有朋友的嘉宾朋友一起来做分享。特别也是要感谢到用这些好听的音乐，感谢到那么多来关心我们、来照顾我们的所有的长官贵宾。
其这一次一次总共有11个案哇的补助。那当然呢，让我们云林真的是一条道路呢，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云林是越来越美。那当然哦，包括我们的观光哦，也一直同时在进步，所以特别也要感谢到县长和张立善张县长领导我们幸福团队，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非常的用心。那现在时间呢，主持人想先来介绍我们今天与会的长官贵宾。我说乡长哦，主席、副主席，还有我们好几位议员哈，都来我们今天的我们记者会现场哦。那我们敬爱的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张立善县长，还有我们赖淑莲议员，那我们萧美琴议员、苏国荣议员、陈芳颖议员，还有在座几位乡长，还有李文兰乡长、萧美文镇长哦，还有两位主席哦，陈主席、林区主席哦，还有我们谢副主席，还有我们与会的各公所的主管哦，那。
两位的我们先进代表，还有在座的我们的记者先生女士哈，大家早安哈。那接下来我跟各位报告哈，是一个我们今年哈跟中央政府争取前瞻提升道路品质计划的一个核定案件哈。那我们这一次它核定的总共有11案，26条路，大概2300多万元哈。啊，2亿，说错了，2亿3000。我这个没办法，下一页是等待谁来帮我按一下，来帮我帮我按一下。我这里好像没办法，你们帮我按一下。下一页，下一页，帮我来做协助哦，谢谢。8月5号跟8月6号，以及8月12、13号，我们的云林海洋音乐季即将在市府的三条门海水浴场来登场，也邀请我们现场所有的长官、面所有的媒体、先进朋友，大家一起来。不好意思，我们稍稍调整一下我们的电脑。我们刚刚测试都是很棒的，但这里要让大家来知道说，我们即将到来也有非常棒的。婚礼即将紧和盛哦，邀请大家一起来。现在可以了哈。我不好意思哦，这个有点有时候准备，可以吗？好，这个趁现在荧幕还没有出来跟爸爸啊，这个也好不容易哦，这次总共11个案，26条路哈。那原则我们有11个乡镇哈，因为这些乡镇。哦，11个乡镇哈，那所以今天五位代表很多都代表哈，他们乡镇来哈，要跟各位报告，我们今天哦，这个经费哦，2亿3000多万哈，我们这个会请临时会哦，等下礼拜哦，等于说我们八月七号哦，临时我们提电部哦，那电部过我们就马上会来动资来发包来施。
啊，因为我们这路除了 A 线路面，啊，有部分路段我们也做水沟，哦，水沟的新设，哦，啊，所以如果做到水沟，通常工期会稍微长一点，大概在年底或者是过年前、春节前一定会好，哦，啊，如果签的话，哦，那我们这个整个计划名称就是前瞻提升道路品质计划，哦，那整个计划目标就是补强不良的路基结构，哦，增加我们道路使用年限，哦，那我们现场上岸，哦，我们只要是前瞻的或者拓宽的，我们的所有孔盖都会下地，优化整个，哦，道路平整，哦，就是把路看平，然后所以可能各位在座，哦，我们的先进还有我们长官，哦，我们现在做了像抗平之后，我们路都 会非常的平，而且我们针对路基不良，我们现场都要求一定要地基改良，哦，以往如果，管线单位造成的，哦，它回填，不死的地方，我们都趁这个机会把它，哦，把它补强，哦，另外这个补助单位是公路总局，哦，交通公路总局，整个补助总经费是2亿3680万，哦，2.3688亿元，哦，那我们中央补助款是，哦，我们之前的这个分级是属于四级，哦，我们要负担到14%，哦，啊，现在我们降到12%的话，我们要现在我还要自筹2841亿元，哦，那整个工程我们规划这阶段会到今年10月以后，哦，全部人给它完成，哦，那招标大概1个月。那我们原则上从今年底12月到明年3月，哦，未来把陆陆续把这26条路来完成，哦，那跟各位报告就是说，如果存了 A 线的话，我想在1月之前会完成。那如果有水沟的部分，就会到3月，哦，那这是我们罗列整个，哦，整个11案的整个里程的位置，哦，相关位置，哦，那分布到大概是11个乡镇，哦，那总共26条，全长37.692公里，哦，那县道其中就是县乡道部分，那县道有3条，哦，它是4.7748公里，哦，那总共有11个案件，哦，那从序号来讲，哦，我们这个这一次是我们2016年到2014年第四期的特别预算的第一波了，哦，那后续还会有。哦，啊，这是属于政策误导型的核定案件，哦，那也需要一的话，我们这个是会在湖口，哦，有3件，哦，云131，哦，10K到12K，哦，另外云131-1，哦，0K到1K+200，哦，还有云136线，哦，0K到1K+950，那整个核定经费是2300万，哦，那需要二是云136-1，哦，0K+350到2K+400，跟云167。0K到2K+600，哦，那这个部分，哦，那个云136-1是属于那个四五乡，哦，那167是属于北港镇，哦，那总经费也达到2100万，哦，那也是一条大概1000多万，哦，这个也做得相当长，哦，那另外编号云3K到15线，哦，是2K200到4K+200，哦，那云7线是7K500到8K+700，哦，那云123线是0K到1K+500，哦，那这个是在位置在东势乡跟台西乡，哦，那总经费也是2100万。那编号是不是云104 0K200到1K+250，哦，那云100-1是0K+950到1K，哦，加50，哦，云101线是4K700到6K+250，哦，那在土路镇，哦，那总经费是2000万，哦，那编号五是云92，哦，2K到3K之间，哦，那还有它中间有一个经过高铁特定区，所以要跳过700公尺，哦，所以接下来的3K70到5K+700，那云94是1K800到2K600，那云76线是2K到2K450，哦，那云74线是1K到1K+450，哦，那这都在服务证内，哦，经费是2100万，那编号六是县道160，哦，15K+550到17K+500，那云。
底箱跟二轮哈，已经备有2000万，它需要九次线到 DC。那我们从一项来讲哦，这云一一三一线哦，这三件工程啊哦，那总经费是2300万，这改善面积是3300公尺哦。那我们如列相关的位置哦，那大都分布在哦，我们有分布在那个联通文东村与湖北村哦，这个地方哦，还有另外就联通成龙村与河岸村哦，这个它有经过。有经过一些国小跟圣天宫哈，那再来就是博阿村哦，大夏寮村哈，那这个路段状况都相当不好哈，可能请各位长官参阅哈。那云1361跟云167的线哦，那它主要是分布在西湖村到西蔡厝村哦这个路段哈，那另外也是多早里跟刘厝里哦，那个167线就是在北港哦，那这个路面也都相当。不良哦，那这一次把它做一个改善。那现到1157跟17哦，还有1123线这三个路段哦，那它的改善路面是4700公尺，那总经费是2100万。那它主要分布在18线的瓜华村、广马公主、做大台哦，另外同安村往彰南村哦的路段，还有台西的市区往市方向的哦这个往那泉州国小方向。做一个改善哈，那这个路况也相当糟糕，那这一次会做一个改善。那另外那个云104线、云100-1跟云101哦，这三个路段哦，总经费2000万哦，那改善路面大概2.7公里哦。那它主要是分布在仑背哦、冈贵哦、冈贵罗厝村哦，往冈贵村总部方向来的这个路段做一个改善。那另外五米潭到那个起湖这个路段，还有那个从奋起杯角到起湖这个路段，这三个路段都这一次也做一个改善。谢谢。好，谢谢我们最佳主持人林敏小姐哈。那我们感谢我们公务处汪丽瑶处长所带领的团队啊，先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热情掌声。大家欢迎今天哈远道而来我们北港镇的小美人镇长，还有林内乡的刘志远乡长。
还有我们的台新乡的李文来乡长哈。那今天与会哦，包括我们的大坪乡的陈秋健主席，还有许玉琴主席哈，那我们的县府主席哈，还有我们今天有很多位议员，包括黄美寮议员、苏国荣议员，还有赖淑蕾议员哈，以及我们所有各乡镇的代表，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希望能够提升建构一个安全而且非常顺畅平整的道路，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也非常感谢哈，我们透过大家发起的连接哈，不只是我们村里长代表还有乡镇长哈，大家共同发现，包括我们的议员共同发现了以后呢，那我们就逐步的千重缓急哦，呈报给中央哈。那我也感谢哈，我们中央也大力的支持，透过我们的这个道路品质提升计划哈，那我们呢？现在比较聪明了哈，以前大概不知道说大概一件一件哈，我们一件一件报一件一件报的同时以前都是哇这一条可能超过500万以上，本县政府没有办法支应的情况下，那可能这一条1000多万哈，或是800万，我们就一案一案报。但是现在我要感谢王立尧处长那后来发现什么一案可以报到2200所以你会看到为什么哈，为什么这个乡镇跟那个乡镇好像没有连贯？为什么会抱在一起那也就是我们去凑凑成最高额度那2100啦2200啦如果超过一点点2380也还可以的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年来为什么11案通过11案可以拿到2.368亿这样的2.368亿元这样的一个经费我想这当中有一些技术跟技巧跟很大的用心的这个要特别感谢我们王处长的用心的所以为什么这总共每一条路都是大家关心的那总共呢我算是29条了，我不晓得算26条了那是经过12个乡镇那12个乡镇今天有很多乡镇长都来包括我们地方的议员也非常非常关心的所以今天大家来看看我该乡镇大概有哪几条路，可能你已经常常在走，那你都知道说这路真的有过来像那个131的131的136的133的常常都有人在提购我大概走过去以后我就想说这个路怎么这么长那我一直希望就是说大家呢轻重缓急你报上来，也许我们检视了以后呢，我们觉得这个案子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一定要做那像我们在东势乡的158我报了3次但是他都没有过那一条要2500万但是呢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破烂的一条路那也已经从受处于时代经过了好几个乡长，包括黄德虎乡长、林正国乡长、陈志扬乡长、林维虎乡长，到现在的这个乡长，历经过几个乡长，但是报上去都没有准没有准，我们只好能够为了乡亲的安全怎么样急转急出来，所以降到掉叫你等，然后叫你破了158了我们也是要这样做的所以我很希望就是怎么样透过中央的地方大家共同的资源来针对我们道路品质计划能够提升所以我想我们逐步这样的一个在做道路的安全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发现因为我想今天这个一定要完
哦，一年做一个观音，一年做一个观音。我每次出去看的时候，我就说，哎呦，那个用心哈，那不管穷戴高节约，然后出门有节约，但是最基本的生活的这个啊机能跟品质哈啊，给我们的安全跟舒适，我觉得安全是最重要的哈。所以这个基本上，我还是要感谢所有哈我们啊地方啊，无论是啊我们的村里长代表哈，那有的哈那个王处长哈，我看到有坑洞的，我们有个路平专案哈。有坑洞的，那没有办法等到哇！你说这个期程可以到九个月，如果真的有坑洞的，我们路平专案要积极去把它补平的哦。那我们就是还是要做，我们有个路平专案，应该乡镇长都知道哦。我们村里长都有进入这个路平专案当中，只要你发现拍照了以后呢，我们讯息啊就开口去马上去进行这个部分。我觉得哈、赢得很多很多的村里长哈、很多的乡镇长，他们都很肯定，说哇，这个路平专案太好了哈、那我想，路平灯亮水沟通，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啊，要花费的经费也真的是蛮多的哈、所以我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议员哈、对于议会啊、所有我们云林县政府的预算都大力支持，因为我们必须要负担将近2300多万哈。那这样的一个自筹款嘛哈，那我们乡镇长哈，就是我们地方发现的眼睛。你们一发现的话，也有很多是属于营建署，也一样可以呈报上来哈。那我们这一次交通部的公路总局哈，那我想给我们这个大力的支持啊，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哈。那期待我们今天给大家知道哈，那回去针对你地方可能会新建，你大概已经有一个想法，那还没有。没有提出来的，我们逐步再提供上来，我们还是会陆续来争取。那再一次的谢谢大家拨出宝贵的时间来莅临云林县政府，谢谢。
到现场跟我们说同仁的用心，那就邀请到我们的黄美瑶黄议员哦上来支持，欢迎议员，议员好，议员好，欢迎。谢谢我们张县长，还有我们在座所有的议员，还有我们的镇长、乡长，还有我们的金牌处长团队，还有所有关心我们云林县道路的建设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非常的开心哈，非常感谢我们张处长、张县长还有汪处长的用心哈，因为这几条路哈，我台湾会代表，我台湾会满足不了条的哈，2300万非常高的金额，所以非常的开心。这几年哈，张县长上任以来，其实很多的建设，很大的改变，大家都看得到哈，包括我们观光，一个城市哈，一定道路平。然后水流水排一定要做得好哈，水路啦，叫我都带动很大的观光所以呢，我相信这个是好的开始。我也希望说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可以从中央那边再争取更多的经费，然后来完成一件一件的完成。谢谢张县长，谢谢所有的团队哈，谢谢。谢谢议员。来，这也是非常非常热情，越来越年轻帅气，欢迎议员，议员好。谢谢议员主持人哈，咱今仔日咱张县长，以咱文莱乡长各位主席店长、乡长各位议员同事哦，以文天一家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四条水源哦，这两条水条，但是我特别来参加啦哦。那像咱台湾顶讲的啊。二三十年啊，无人要插人，无人要做迄路。吼、到今仔日啊，咱平溪县县长哦愿意啊来替咱所有的县民代表的足重要代志啦吼。尤其啊，尤其是哦，这一三条之一啦吼，这条路吼是偌重要呢？是北港、水南要来阮四路，当汽车非常是卖了，一定要经过这条路。这条路要30多年吼。拍啊！怎样？在拍啊！多呀，拍啊！多呀！无输咧大三大四的，哦。但是啊，自从咱张地震馆电话来管理，哦，伊嘛实际，实地来了解了，感觉讲起码大家都有赚点卖咯，哦。所以讲哦，自家哦，借这机会非常来感谢咱张地震馆长，对咱官民哦，这个道路安全的这个问题，算是很重视啦。愿意来替咱官民哦，做出一条哦平安更安全的道路安尼，哦，感谢大家，谢谢。谢谢朱德议员的祝福。接下来是邀请到台中的大家长刘乃莲乡长，乡长很客气哦，那我们的乡长镇长邀请到我们北港镇长王冠军，镇长好，你们好，我们美丽的主持人。张一山县长，还有汪处长及带领的团队，我们与会的，我们的黄美瑶议员，美术馆老议员，还有我们赖淑媛议员，还有我们的乡长刘乡长，我们的主席代表会的主席、副主席，与会的贵宾、媒体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镇长好。首先
计划啊，北港的1167线能够得到补助啊，因为我们1167线哈已经长年失修啊，也是好几个里的重要的联络道路啊，今天能够得到补助，对我们那好几个里的那个居民来讲是一个行的安全啊，不管是对他们的生命财产可以获得很大的保障。那我们那些里的那个里民哦，他们常常在反映，就是说那边的交通非常的频繁啊，车辆非常的多。那县长也有过去参考勘察，所以能够很快的得到补助啊，还是要感谢我们宜宾县张县长还有我们的汪处长的帮忙啊，谢谢大家，啊，祝福宜宾会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谢谢乡长上来支持哦，啊，乡长很客气哦，说要感谢张县长跟我们的处长，我们真的幸福，所有的我们的主管哦，还有我们所有的同仁们，大家辛苦了。现在时间呢是邀请到我们的劳动用，我们来一张大合照，好吧？特别呢也是我们今天的记者会活动，当然特别要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媒体先进朋友们哦，也是因为有你们的努力大力的来报道，让我们云林呢所有的好，所有的美，云林的进步呢大家都知道哦。那当然云林的观光呢，在这几年呢也不断的突飞猛进哦。特别要再次感谢到公路处哦，感谢到我们处长跟所有的同仁们哦。
我们也期待这些所有的这些交通路网的建构呢，不只是在路基的养护方面，我们要建构一个非常坚固耐用的这个道路，那同时呢，我们经过的每一条路，我们人口盖会影响地的，那同时呢，针对我们友善人本这个行人的这个安全，我们也会积极的在考量，那甚至呢，我们在整个交通的这个标线标志上面，是不是有需要重新来建制重新来划设。这个都是在技术上工程上面的一个考量哈，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特别邀请的所有这几条路所有路过的这些乡镇长，还有所有的议员以及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特别关心地方所有乡亲的这个路的行车的安全用路人的安全所以他们一直都发现了以后几经多年的这个承保提报好不容易我们经过大家的一个评估轻重缓急以后呢也呈给中央，中央在这次公路总局也特别的核定，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召开记者会，让大家知道未来这个整个破旧不堪而且年久失修的这个路面终于有改善的一个机会。那我想所有的相关内容我们会再给我们媒体记者来报告大概有哪几条路了那我们相信了你所有关心的路大概你知道以后你大概心中的这个石头就可以放下了因为呢我们即将在整个规划设计完以后呢马上进入最实质的这样的一个道路的重整铺设那我想我们会尽速的希望能够在过年前后就完成。那如果有水沟比较复杂的部分可能大家还只用一点时间大概要到明年三月才能够完成那以上跟
怎么通过的哈。当然他们所考量的种种因素，我想不是只有云林县的问题，因为云林县是农业的港县，我们承载整个经济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很高的一个因素，我们也是跟问题的哈。所以如果同样的都会去的这个经济效益的一个因素来做衡量的话，那当然哈，这农业港县是蓝图的一个价值度啊，当然不如啊这个新的或者台东或者桃园这六座的哈，他们一平均的经济跟我们的经济是同比的。相距甚远，所以我想很多不能用台北台中来应该要针对每一个地方，而因素要来考量。那我想每一个在台湾的每一个土地，应该都有让中央政府提供更多经费来建设这个价值的。何况呢这个台铁的高价化对云林县来讲我想不只是安全很重要包括我们云林人的尊严也很重要那我想不止在嘉义市的在彰化县他们都已经高价化那云林县的这个需求就多了那我们也极尽所能在这种部分我们也通过议会了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跟其他的县市一样并驾齐驱享有同样的这样一个待遇那我们在税收方面我们在整个台湾对中央政府的税收我们云林县的贡献就占全国18%所以我想基于这样的一个对中央税收的贡献应该呀中央能不能用云林县应该要给予同样的这样的补助让我们在云林县的这个台北高价化我们也能够跟大家一样都能够享受高价化下降空间可以提供更多的使用员工保障和用路人员的安全。